你们看我发的朋友圈，妹妹那天跟我说，小孩到一个年纪就跟你探讨那个生死，你知道吗？就前几天，他们说爸爸，你下辈子，你是谁啊？我说我还是你爸爸呀，但是我下辈子想做一只花豹。花豹，人家选好物种。他看我迟疑，他说爸爸，要不这样，咱们也可以当臭鼬，或者是当蜜獾。哎呀。好可爱啊！为什么是蜜獾呢？蜜獾好了，我也忍了。臭鼬，我真的是有点，稍微有点不能接受。